壁迄台车，敢若一直咧缀咱呢。迄应该就是丁慧官派来狗仔。哪有啦？你哪咧想？因为迄台车哦，恁两个加靠近前哦，就一直缀咱，嘛唔知影有啥物企图。我也是找一个人哦，甲处理一下，较保险。你想想多了啦，啊，万一了出无必要的麻烦，害咱的代志变空，安尼是变安怎？我是不要紧啊，啊，万一去影响到你，安尼就唔好啊。啊，不过咱的代志已经有超越知影，我想呢，较细腻啦。我知影，你是为着要保护我，啊，不过我跟你做伙，是因为我介意你。我唔是要讨什么冥婚，还是什么的。所以你跟我做伙的时阵哦，你得放较轻松的、较自在，把遐烦人的代志拢放一边，好好享受咱两个人的世界。听你讲哦，我真足感动的。你哦，真值得我的爱。我嘛是啊，才会当跟你做伙。就算讲爱我甲全世界人做敌人，我嘛愿意。你是想有啥代志？你唔免管我是啥，丁慧官给你偌济钱，我给你上倍，也唔过你爱听我的话。三倍，我爱三倍。黄经理，今日你心存应该唔正款。我就下当手给你拍清楚。你管，那有什么人会传简讯给我？妈，你是安怎呀？秀兰，你进来看，这张相片是不是中人？是万新敏呢，狗仔哪会把这相片传给总裁妈？不是传给我啦？哦，是啊，这应该是对我放送的，竟然是让总裁妈看到。哇，这些鬼拢乱去啊！阿伯讲，伊会把万新敏找给你，结果伊是在骗我。李警官，这到底是安怎？你阿公，你看。想做想做嘛是命去伫个伫个着你的车顶，你车伊个对着你个遐尔亲密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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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无啦无啦，这唔是阮新命啊，好我知啦。啊，这个吼就是顶抓迄个模特儿啊，总裁一定是偷偷个在甲伊约会，好翕着啊啦。李警官，你讲你讲白贼，迄相片内底个查某，甲伊卖新命足相共个呢？顶边翕到的是卡车片哦，即摆是侧面规个侧面呢，你讲你讲袂错咯？张义官，你甲我讲，你是不是咧暗藏啊？实际上，你就是甲卖神秘杀去让阮丈人，你又怪伊乱来对无？你甲我讲，你讲啊，你讲啊！做什么？你冷静，你听我讲啊！我袂错。哦，你怕袂会？我都已经感觉怪怪啊。中年大病的那段时间，只要咱万性命在中年的房间内，你就站在门头咧看风头。我今麦已经想清楚了，原来你自头到尾就是在欺骗我，你想要来死走？丁慧娟，你家己做人小三阁无够，
你顾到万新民去破坏别人的家庭，你不该有报应哦、喔。嗯，不是啦，迄不是阮新民啊。新民，我感谢恁对伊的疼惜，要看家就袂好，哪有可能做出一款蒙蔽伊的代志啦？啊，因为真正甲总裁冤错，莫讲恁要拍伊，我绝对头一个该卡过讲断啦。啊对啊，阿妈，你是莫烦恼啊，相片无一定是真的啊，无底卡是有人挑故意要造假，哪会有人哦无代无志传咧相片去？对啦，阿妈。我嘛感觉足奇怪呢，我也无去找征信社啊，是啥物人要关中中人哈、啊？而且哦，搁传遐相片要互你看、啊。夫人，敢若真正无介生气呢？感觉伊阿妈某的感情这么薄。我唔管遐相片啥翕的，遐相片就是中人，伊就是化作符号都拢会记呢。我知就是伊。叫你替我的命后白来，你死都会来，你死了才会来。你怎么对不白你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那个什么鬼弟兄还在一起？什么？我无啦，我是不是死了无啦？你若是敢做出这款袂见得的代志吼，我就抓，就抓今年先想清楚啊！卖讲我上当，我若无提供面，若当作是真的，你就真吃力。我无，所以我敢手抓。卡叔，我若是有骗你，我若死不转世，我出去调查了。阿妈呀，先去洗身躯啊，你卡出事啊？我拄仔看过，人工足大个啊，啊，洗啊拄拄仔好。哎呦，好啦好啦，来来，我先替你弄啥。不知道什么会做出这款代志啊！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不要想查哦！对不起，是安怎要这么下贱？是安怎会做出这么袂计较、这么下心下贱的代志出来？你来这么下贱，我叫你立即准备开人票！我，无话通讲啊！拄只救抓的时阵，遐个话你拢敢讲啊呢？啊，我阿妈甲你爸过尔，你就惊？哎，做啥物？你袂用因为我到头家，你就拍白狗出气啊！哎呦，我真正唔知道神秘会做出这款代志啦！我嘛是这么说怎样啊？我若早知伊这尔无慈爱，莫讲你要拍伊哦，我嘛绝对会甲教死，甲叫唔教啦！然后面孔解锁，我来看麦哈。丁小姐，我拢照你的意思去摄到江聪阿哥万新民的相片啦。等下就传去你的手机内底，麻烦你收起来。阿哥尾款的部分，就麻烦你赶紧给我啦。哇！你会叫人去偷袭阮爸，还有万新民，那代表讲你早就知因两个关系吼。草月，你这垃圾查某啊你啊哈！哦，我
原来你就是替万新米，啊，搁有中年伫咧牵狗啊，搁叫狗仔去翕相，无你啥物意思啊？你即马是要勒索中年，啊，搁要仙人跳舞？哦，恁两个人为着钱，竟然叫万新米要去你中年面床顶，即个介绍台你也做会出来？哎，无啦无啦，我唔知迄时阵传来我是去陷害啦。你还搁敢讲？我才是去你陷害的人啦，尤其是阮妈。莫怪哦，你安尼用尽心机对阮妈婆婆塌塌，就是要甲伊骗甲你弄死。哎，阮妈这么用心对待恁的，你竟然安尼欺负伊哦，真正是袂堪的气。我你给我起来！你这拍照，你这拍照，你这拍照！阿妈，阿妈，你要去倒位哈？妈。我要来去找中林，我要来去问中林，伊是按怎样要来去对待我？我今麦就要来去找中林，我若无今麦就看到，我唔相信伊会对我做出迄款代志。我要来去。我拄仔看电视有看到，六零号房。妈，你是卖这么激动？我陪你做伙去，吼，身体较要紧啊！对啦，你赶紧去，我伫只告你妈妈上，卡便去通风报信。来来来，啊，谢谢你哦。你是要去倒位？卖想要通风报信哦，哈？无啦，我是烦恼正财妈的身体袂堪的啦。是要烦恼啥？哦，阮妈佮阮阿妈看到阮爸佮阮新咪做伙洗身躯，啊，因去甲死死昏昏去，证明阮爸佮阮新咪有阿妈的事实。唔就是你甲万新民想要看到的结果？我为伊付出一世人，伊哪会安尼生来对待我？那是故意，我叫我去死，我嘛无话讲。但是我要爱清水甲我讲，可以讲我要挃一个泰国查某，嘛无爱挃我。妈，你是在讲啥啦？你是中年的妈妈呢，那份量哪会当到外口的查某相比呢？查某人哦，满街啊路拢是，啊，不过老母干那一个尔。我嘛不是伊的妈妈，我只是一个戆查某，我是戆查某。哎呦，你是在胡白讲啥啦？什么你不是中年的妈妈？对啦，伊不是你亲生的啦，啊，不过伊嘛是你抢养大汉的呢。啊，人不是在讲。洗的车一边，用的较大天啊！你第一的心目中哦，绝对是第一位，你莫有白想吼。秀兰，是的，你为了中年受这么啊多年，一句怨言都拢无。我早若知影讲，伊会去外边找我来交去。当初是我应该叫伊好好来对待你，都是我唔好，我家己酒馆，嘛害你浪费你的青春，我即马后悔拢袂赴。妈，你哪会讲安尼啦？啊，中年的乌白来，哪会当怪你？迄是伊家己袂晓想呢。我伫即马哦。咱就是先去教新迄个万新敏，然后哦，佮叫伊母仔囝，因为离开中年的身躯边，安尼唔就好啊？对啦，阿妈，啊，代志拄着啊，就好好处理就好啊，莫互家己遮尔艰苦啊！吓啊，你若是佫遮尔激动，我就莫互你去啊！好，好，好，我答应你，我莫激动，我绝对袂失去控制吼。我只要要问中年，我看伊有甚物想法。阿月，你去打电话叫经理来开门。